不要连放两炮哦，连放两炮，我们有惩罚，要带扩嘴器或道具 ，double， 道具有 double， 我们的新规定，对，这个跟他发生关系都是 double， 没错，他自摸也是 double， 九点啊，好来看私家的牌，我们来看一下庄家永泰的牌 ，LB 的牌，祥恩的牌 ，Mandy 的牌，庄家请出彩，发财。跟你发财，南风，西瓜，西瓜，南风，白皮儿，二筒。九万，西风，大饼，六筒，六条，九筒，小鸡。六七八，啊，胡啦，胡啦，哇，这水啊，很新哎，哇卡七饼，来来来，庄家，青春第一炮，还 double， 哎还 double， 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不妙，哇不妙哎，不妙不妙，这一炮就是一台啊两台两饼，对，那庄家台嘛，哦独定两台哎，我们去，门庆三台哎，哇塞。东风三缺一的第二把，哎，这个不吭不响的哈，对，门清，默默就服了。你刚刚是吃了一个七饼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又摸七饼，对，你看看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万般皆是命啊，真的，还要比庄家 ，double， 只来一个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真的差一点，十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我们来看一下庄家 LB 的牌。冲啊 ！LB， 请出菜。你像有三花一台。哇，哦，对。来，西风，南风，跟打南风，南风，红中，花。发，三万，猜错答了。四万，哇，那都这样子的，杠一个，四万。六头，七个，六条，还要去打，突然不知道要放哪。上，八万，哇哇哇，两千，完蛋了，好像可以，牌倒下来，把牌倒下，你这个牌哦，我就说你真的打得不好。这种牌你怎么会？哎，这样七条，你这个牌四六八三点钟，哦，四六八，哎，这个牌怎么会先打七条？他已经打过一张八万，然后呢摸了四万了，他舍不得了，他觉得又把八万又摸回来，对，八万又摸回来，他舍不得了，啊，所以呢他就打七条。这个牌第一个东风有台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一上听的牌。那这个牌他摸了三万去打是没有错的，因为二万已经碰掉了，要不然他二五万也糊了。嗯，哇，二五万也糊了，三万如果留着的话，他如果再走八万，
这边留的话，三万来再打六万，这牌呢你一定是你胡的。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，你连放了两炮，要进惩罚，惩罚二选一，两个选一个。好吗？那就发财。完了。发财，我们看一下。发财是什么？破水器。嗨下。有没有戴过？没戴过。我长这么大没戴过，也新鲜了哈，知道吗？这很痛，喊不出来。啊，对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。讲话更清楚。要小心口水，不要流出来。好，宽的在里面。哪个帮你戴哦？这样啊。我怕我又把人家牙齿卡住。这样。蛮有喜感的。对啊。啊，你牙齿可以闭得起来吗？可以可以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要不要跟你两个女儿打招呼？说嗨嗨嗨。爸爸变这样喽。好，刚才那是屁股，还好，500分。功夫三圈一的第三把，连放两炮的下场。哇，哭哭。常常很多人带这个会改运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带了运势就来了。嗯，加油。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我们来看一下庄家祥恩的牌 ，Mandy 的牌，恰恰要摸起来了 ，LB 的牌，胡一凡的吧。祥恩，请出菜。南风，你碰一个，你不现在要胡，因为有一个帮你垫背。也对，你没事的话也是安全过关。不行啊，我要拼那积分啊，对不对？也是。永泰现在剩2900哎，我的天哪，5000已经扣到剩2900，你非要自摸不可。这个叠出错了，这个节目的规则都玩过了，都玩过了，还听得懂你说 ？Double 也玩了，对，对不对？扣嘴器也带了，扣嘴器也带了，九条，差两响，要不要帮我们示范一下？好啦，就红不让了吗？发财，二条，台北，哼，发财，是不是改运了？你看，好像有，真的带了扩嘴器，东风三花就两台了，八条，自摸就三台，会流口水的哈，五条，红中。不要叹气，下集二扁，七饼，吃一张，九条，杠杠，你讲话好难听哦。你在说脏话吗？市场他带这个发音不标准，杠说你干。六七万，自摸。太快！太快！太快！不是，你是存心要让这个永泰？对呀，你们俩有仇是吧？太快了！哇，真快！庄家自摸又两台，恭喜！永泰最后一把没有机会就走了。其实你们现在可以按着打，就等他。如果他没有自摸，就自然淘汰了。来了，现在是 Mandy 庄家，五一把，淘汰一个人啊，分数最低的14。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我们来看一下庄家 Mandy 的牌，五一把。永泰的牌，加油！他才是最想摸的。LB 的牌，让我摸。祥恩的牌，好，我跟你讲啊，基本上啊，基本上现在东风的最后一把，他淘汰机会非常非常高。好，那我们再让大家知道一下分数啊。好，目前累积最高分的是祥恩，有8700分，然后再来呢 ，Mandy 这边是4800分。永泰这边是最低的2200分，然后 LB 目前是4300分。好了，来，现在Mandy出赛。发财，发财，
发财。西瓜。西瓜。撞了撞了。红中。哦，祥恩很厉害啊。白皮。东风胡了两把，一个 double， 一个自摸。真的。一万。白皮。白皮。南风。碰。一万。吃。哇，北风。真的很会吃。很喜欢你的牌耶。我这个压力很大，你知道吗？丢什么他都想吃。还吃吗？你跟他牌好合哦。九条还是卡张哎。九条五花。真的，一条。七条。九饼。二万。九条。哦，怎么烦呢？六饼了。二条。东风。南风。再给你一张，又是六饼。白皮。九万。碰。二万。九饼。发财。七万。九饼。一万。八条，七个，二饼，碰，一饼，能碰，哎，不会的，四饼，碰，四饼碰起来啊，四万。西风。一饼，真妙了。他不碰抓不到，我抓不到，对啊。五万，八饼，碰，六条。哎，你真的都喂不到我哎，八条。七饼，五花，七饼，只能冲了，六万，五，还倒下来，太惨了，好了。这个祥恩八千七是当然不会淘汰了，你刚刚是两千二，好，所以又放了一个庄家四花，又一个两台，好，永泰东风淘汰，大了，来南风逆转胜。八岁从几岁开始打麻将？八岁。那最让你佩服排技的人是谁？我。那你有做出一个出血的表情？像你这样的小孩都会打牌吗？打得很烂。观众朋友们。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，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